手机也开不了了。王老板，那200万尾款给你汇过去了，你让财务收一下哈。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，下一个项目的场地还是你们找啊，工厂就在每个项目里面找啊。又帅气，认识你是我的福气。跟我应该没死过啊你。我静静地看着你装逼，这英雄好厉害，从来都没人比过你，太炫酷了吧，你那秒天秒地又秒空气，你爸你妈都害怕。项目，喂，老板。